你们有人答题不一样，后面就会有人拿玩具敲你们的头。大家好，我是亲爱的彼得先生的导演。我以为你是彼得先生。怎么啦？彼得先生在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亲爱的彼得先生的彼得，我叫王维。大家好，我是亲爱的彼得先生的叶阳，我是张仁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玩一个小游戏，想要问你们的默契如何呢？不知道，我觉得肯定的。肯定必须好的，不好，肯定的不好。对，要不断的磨合嘛，跟婚姻一样，磨合成最好、最有默契的感觉。结婚要板斗还是宴客？板斗。打。你很烦哎。是我错，我要宴客啊，好，看出我们的默契了啊。冷战好还是吵架好？1、2、3，冷战。打，不是不一样的要被打吗？对啊，感觉好像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被打。看文艺片还是英雄片？3、2、1，英雄片。你完蛋了！你好好讲话。10月18到20，亲爱的彼得先生在亲子剧场，欢迎来看戏。